家人码头啊，一堆人伫遐，当时也无半项证件予我，啊无，啊嘛无看到啥物海关的人员伫检查，啊我就上船啊。过几天，我就到菲律宾的一个所在。头家是日本人，迄、那个所在看起来呢，听讲较早是一间旅社，楼卡是食堂，二楼是旅社。头家甲阮讲，早起九点就爱上班，爱做到暗时十点，日时啊爱陪士官。暗时爱涂遐军官，一天上无嘛爱接十几个。实在是足无自由，阁足艰苦。那在1991年8月14号，韩国的第一位。挺身站出来的金学顺女士，在那一天揭发了慰安妇制度在二战时代对女性所遭受到的侵害。所以在3年前，在亚洲妇女团结会议在台北举办的时候，我们也在那一次决定，我们要把这一天定为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它的意义在于，因为日本政府到现在仍然不愿意面对这件事情。随着阿嬷也逐渐的凋零，透过这样一个纪念日，我们希望让这段女性人权在二战时期被侵害的这段历史不会被遗忘。那我们要求这件事情的反省，不在于我们是仇日或是抗日，其实重点是，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反省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下一代有勇气跟力量去迎接未来，去创造亚洲的一个和平。所以其实这是我们诉求日本政府应该有所道歉真正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在这次的课纲纷扰之际，其实慰安妇这个议题成为台湾政党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那我们要对此现象提出一个强烈的谴责，我们要求任何政党都不要再以慰安妇之名行政党斗争之实。慰安妇其实是一个超越党派的一个女性人权议题，是国家用它的这个国家机器所操作的一个性剥削跟性暴力的人权议题。2005年，我们国际特赦组织有出一份研究报告啊，那个研究报告的标题就是60年还在等待。那很遗憾呢，我们10年又过来了，现在变成70年，还在等待。所以我们最近也是为了这个70周年，也是在发起这个 Still Waiting 的一个活动，就这个 Hashtag 嘛，就大家还在等待。那我想我们会站在这边，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政府用有系统的方式将女人当作性奴隶、性工具，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70年过去了，今天安倍为了他70年的这样的一个在70年后的终战，为他的发起战争而道歉。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听不到他对我们女人的道歉，我们听不到
他有看到他对我们女人的暴力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难过跟遗憾的。因为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蛮憨态度，我们每一年来每一年都很愤怒，每一年就说明年我们会再来。就像刚刚秘书长讲的，我们还要再等多久？那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在去年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曾经向日本提出一个劝告书，那我们因为习惯用这个慰安妇了，其实联合国要求日本不要用慰安妇这个名字，他说应该要使用这个强制性的性奴隶，因为慰安妇没有办法凸显出这种强制性的动员以及这种制度化的性奴隶。那么为什么人权委员会会提出这个劝告书，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右翼政府提出了，他们否认他们有做这件事情，而且日本政府说，日本说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慰安妇是被强制的。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说，这是对被害人名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诽谤。此外，日本政府还说，慰安妇不能视为奴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表示，慰安妇是符合1926年有关奴隶条约的定义。日本政府企图要掩盖这慰安妇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否认，要这个不承认他的战争犯行，隐藏过去所犯下的这些错误。但是历史的真相是无法掩盖的，日本的行为只会遭到国际各界的一个谴责。我们认为慰安妇既然被界定为是奴隶，性奴隶，就没有所谓的自愿，因为奴隶就是强制。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是战争发生，女人女孩都是最主要的一个受害者，特别是性侵害性暴力的受害者。而且我们还常看到的是说，就算是战争结束了，可是在那一个情境之下，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可能还是继续的纵容这些男性们，还男性的士兵们对在地的妇女还是女孩继续的一个性侵害下去。那我们也知道说，慰安妇这样的一个议题不仅是一个对女性的一个性暴力、女性的人权的一个议题，其实刚刚已经很多人讲的，它是公权力，它是国家机器用有制度的、有系统的方式对女人进行的一种性暴力，甚至是联合国的认为的一个性奴隶。然后其实刚刚大家有讲到芦苇之歌这部纪录片，我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可是我想到了圣经里面的话，就是在以赛亚书还有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都有一段话，就是讲到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灭的烛火它不吹熄。我们可能对这两句话很有印象，可是我看了圣经之后，我觉得最后的才是真正我们要去追求的，就是他要用真实让公理传开，他要让公理得到胜利。